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神有时辰，信靠等候。约翰福音7:8，你们上去过节吧，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，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。人的督促不能成就神的工作，因为主的时候还没有满。耶稣的弟兄虽亲眼所见主所做所行一切奇妙的事，但还是因着不信，就督促主要显扬名声给世人看。此人自由的主不拦阻他们的行为，自己的时候还没有满，不会与他们妥协。主啊，我虽然跟随你这么多年，依然还会像你的弟兄一样，时常觉得你做事的效率太赶不上时代的步伐，甚至还会埋怨你。作为你的儿女，总是活得这么低调，总是这么默默无闻。主啊，今天借着你弟兄对你的态度，我终于懂得了，在你的时候还没有满的时间里，我要学会等候，仰望依靠你，而不是督促你成就满足我的心意和愿望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祷告，阿们。生命福分与我分享，更深的渴望。每当有困境阻挡，你执意不摇晃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，充满无限希望。坚守信心来宣告，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。坚守信心来宣告，当我来全心敬拜，神迹就在不远前方。风浪，你总在我身旁，生命福分与我分享，更深的渴望。每当有困境阻挡，你执意不摇晃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，充满无限希望。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
献出信心来宣告，当我来全心敬拜，神迹就在不远前方。全心敬拜，神迹就在不远前方。